所以讲小 chef， 今天我们当然是给他一个抽吧。但是我在想，这怎么讲？昨天单抽嘛，没有啦，因为其实他全部都叫英雄招募啊。好，那就随便。这又刚没白，来900钻石十连抽，英雄召唤十连抽。来给标题十连抽。对啊，卢雅。她这个手真的很漂亮啊。全然寂しくないの。角色也做得很漂亮，人气应该很高。来。真其实他知道帮你编。啊，我其实跟你们讲一个攻略啊，你们只要等级上去了，那自然就会帮你编的啦。啊，那个是等级的提升而提升。其实吼，三星内我都直接吃掉，因为对我来说吼，我是靠品质在撑的啦。好，我觉得他们品质不高，我就把它喝掉了。很好玩。这种类型游戏大家蛮爱的，而且它还有那个聊天室。对啊，还是主线一下。给天使讲，嘿嘿，够不追啊？拜拜，聊天给我呀。今礼拜五了啊，给你们开心一点。